是很羡慕你的，就是能够时隔这么久还能够以中单的身份重回到赛场，也希望你能想在打后中面单了，能够带领队伍能走得更远。好尴尬呀！比我还紧张。哦，我比你还紧张。就希望这个赛季的辅助和上个赛季的辅助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 很尖锐。我觉得都不怎么样。我准备明年我也转一下辅助，感受一下这个位置吧。你别转辅助了，希望你后面能遇到你心仪的辅助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今天请我吃什么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想吃什么？感谢一诺接受我的采访，然后回到评论席。笑得很开心啊！第一个问题说你最喜欢的辅助，然后跟这个英雄中间有一些停顿，我就在想，哎，会不会拷问一下到底？一诺会玩辅助的，他会玩盾山。就是，就实际上看的第一个问题、一诺的盾山很厉害的，国服盾山0-12。但是一诺不接。问题。你是真的尬呀，尬，尬呀！尴尬的抠出了三室一厅呀，陈卡特。但是。好尬呀！兄弟们等着啊，等我去重庆，我去重庆了，我也去当下主持人，我绝对比凯特当得好。你是真尬，尬死了，人机采访我丢。他的这个接过他的赛季的辅助和上个赛季的辅助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很尖锐。我觉得都不怎么样，我准备明年我也转一下辅助，感受一下这个位置了。你别转辅助，高情商，高情商，兄弟们，高情商。然后第三个问题是，与其上一个，不如两个都上，妙啊妙啊，高啊高啊。然后跟这个英雄中间有一些停顿。这个赛季的辅助和上个赛季的辅助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哪一个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很尖锐。我觉得都不怎么样。我准备明年我也转一下辅助，感受一下这个位置了。你别转辅助了，希望你后面能遇到你心仪的辅助。然后回到评论不是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笑得很开心啊！第一个问题说你最喜欢的辅助，他在这个赛季的辅助和上个赛季的辅助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搞这些，我觉得很尖锐，我觉得都不怎么样，我准备明年我也转一下辅助，感受一下这个位置吧。你别转辅助了，希望你后面能遇到你心仪的辅助。然后第一次请我吃什么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感谢一诺接受我的采访，然后回到评论席。笑得很开心啊！第一个问题说你最喜欢的搞这些，然后跟这个英雄中间有吃上的说是，我就在想，哎，会不会拷问一下到底最喜欢上个赛季的辅助你更喜欢哪一个？太搞笑了！我觉得很尖锐，我觉得都不怎么样，我准备明年我也转一下辅助，感受一下这个位置吧。你别转辅助了，希望你后面能遇到你心仪的辅助。然后第三个问题是，今天请我吃什么？我靠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感谢一诺接受我的采访，然后回到评论席。到评论席。哎呀，这个采访笑那句，我觉得你比我还紧张，简直是灵魂之笔。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？对对对，但是第一个问题，当时这个赛季的辅助和上个赛季的辅助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今天请我吃什么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感谢一诺接受我的采访。我怎么觉得回到评论席？我怎么感觉一诺也紧张起来了？之前看一诺采访很好的是吧？这亚运会回来，一诺的采访
我觉得很专业，但是今天一诺也紧张起来了。哎呀，他俩也有意思，可以，好活，爱看，多看，多搞。但是一诺这个回答。